身上藏了没藏什么好的东西呀？长得不赖呀，干什么你们？哎，小人在乱大谋，走吧，走，走，走吧。找白娘子要紧。好，给我搜身。放开我！哎，姑娘别跑，有我呢。许仙，好样的！给脸不要脸，你找死啊！姑娘，你先走。这大清官吏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，哼！把这家伙给我抓起来，说。这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呢？打！笑什么？我笑，堂堂大清皇帝竟跟街头泼皮一样跟人打起架来了。我全忘了。哎，九五之尊，身份不可失哦。好，先生话我记住了。站住！我看你往哪儿跑！哼，你这玩意儿！主子，您又忘了身份了？我高兴。您一高兴，我就麻烦了。呈现六道长文啊，此乃乾卦也。乾卦，飞龙在天，大吉有往上。费那个事干什么？啊！哎呀，怎么办呢，阿姐？哎，跟我来，快！我们被包围了！哎呀，哪来的飞龙在天了？你这挂不灵啊！奇怪啊，这易经是不会错的呀！我们快成刺猬了！皇上，你看，这明明是乾卦呀！走走！飞龙在天呢！啊，皇上是龙，飞龙在天。先生真神人也！啊，我也不是什么神人，就是书读多了点。皇上，你看飞龙在天。嘿，抓住那两个女匪！是是。阿杰，狗兵上来了，快滚蛋！啊！飞龙要变死龙了！先生可有计策？大事不妙，计策全无啊！皇上。
们一定藏在里边，把他给我刺死。走，小心！许仙，好样的！哎，来，坐定了。巾帼女英雄，佩服啊！佩服啥呀？走吧，走。啊！金先生，快帮帮忙！好，我来了。帮什么忙？帮他的忙。哦，我明白了。